近日，在云南燕山县阿猛镇大石桥村农田里出现了大批候鸟安家觅食。这些鸟看上去像鹤，羽毛为灰黑色，嘴巴像钳子一般。经专家辨认，这些候鸟名叫钳嘴鹳，属于迁徙鸟类，主要分布在印度、斯里兰卡等地，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。